我靠！嗯，好生气哦！好生气！因为我们刚刚三只二呢，三只一死到了，三只一居然死到了一只，三只三，三只二还有三只三安全通过，可是就在三只四。没错。叽叽了。嗯，所以我现在得说的是，露娜现在继续录下一集，我还在七之二，还在七之二，哈哈，我算战胜那么多，还说还在。哎、欸，你这个，哎、欸，好，没关系。果然啊，那个是真的啊，传送门迷才有办法玩的这么好。超苦手。对啊，没玩过传送门就很苦手，而且还不是传送门地图哎、欸，它竟然很苦手，太扯啦！不是我在说，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。安德，哎、欸，好，怎样啊？没有传送门，我又 game over， 我又 game over 了。你没有 get over 啦，就好棒棒，好棒棒，好棒棒，一点都不好棒棒啊 ，motherfucker！ 然后我现在得说的就是我妈已经飞来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的那个蘑菇弹跳去，没有那么意义啊，我不能惜命。完全没有意义的惜命，哭哭啊、哦！真的吗？哦、而且，我得说一件事，就是啊。我要死掉，这游戏能不能设那个，等一下我用 Bridge 开好了，我等一下用 Bridge 开一下那个，我等一下用 Bridge 开那个无限命，你要吗？你要我教你吗？啊，随便，我想要单纯的玩，不要 Bridge。那我可以用 glitch 吧？哎，我不要用 glitch 啦、啊，我觉得单纯的 wobble 就 wobble。我告诉你啦，那个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在这个版本用 glitch。你是我要死？不知道，还有我们在拍实况。我都不会了。我现在好累哦，这一批踢完我就不拍了啦，完了。我总觉得这像赎罪马里奥。还好，赎罪马里奥没那么恐怖，只是地心引力有点强。不是，这有点像我拍赎罪马里奥的作风，就是，或者是马里奥骷髅的作风，就是剩下一只残疾，一只过了一只过了每一关的第四小关之后呢，只剩一只死掉，那一批就结束。好像哦，可是 C Mac 他妈也是直接。利用他自己的力量，然后破。对。击入。可惜我没有那么厉害。不管他在哪里。我就有这么厉害，可惜。啊、然后我再用无意义啊，讨厌无意义无限加分失败。加分失败。加分。哦，我现在被我自己用的龟壳给缩小，超级悲剧，悲剧。我现在又只剩下一条命了。哦，很好，你要GG了吗？跟着我一起GG吧。而且你知道我现在的分数是怎么样吗？1985的，
还是在怀念我当初1985的时候嘛。1985怎么了？1985曾经玩过超级玛丽，然后狙狙。那时候我多么有名，但是现在我被搞成这副模样。那时候你多么有名？1985的时候你根本还没出生。不是，我是说玛丽欧啦。马里奥是1981啦，他的位置是1981，那个时代就已经发售马里奥了嘛，对不对？总之，马里奥真的很老 ，very old， 而且有 the older man，the older man， 马里奥，牙牙哦。Old Man 的 Mario， 我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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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一直说不要，却没有死。不要不要，一点事也没有。啊，对吼，家里还有蛋糕哎，好爽哎，好爽！哒啦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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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我奇怪，彩飞怪为什么会缩小？彩飞怪为什么会缩小？我的，算了，还是继续去啊。传送门动量，现在又三只一只完美过了，三只三，会不会三只四？继续呢？继续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是拭目以待还是拭目以待？我是拭目以待，我是 DIE 的那一代。拭目以待。是君君，哈哈哈。好，没关系，换鞋，哈哈哈哈。哟，你合伙，你帮我干嘛？不知道。不要在我跳的时候突然喷一堆火来哦。一个过来，一个过来，有，很好，你掉下去了，活该，哭哭哦。可是他是玩 SF 是100，所以我是学他的。原本我还要释放那个，终于过三之四了，好爽！哇！史诗累累，这真应该拍成史诗累累系列。是我史诗累累，真的很适合史诗累累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个地图就很苦手了，更何况其他的。我按错了。超级史诗累累。开啦！但是这个只如果不累的话，会不会残疾？会不会残疾一只，然后破死第四事件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哈！会不会呢？四只一完美通关，残疾三只，四只会不会狙狙呢？会不会就差十只狙狙呢？我看到没事了。不会啊，那我们这一趴就到这里啊。这也是，如果你喜欢就点个喜欢。我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这里会有，这里还会有一只？好，没关系，又滑下去又继续了。好，昨天是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点个喜欢或者是订阅啊，随便 whatever。好，昨天是，你这家伙够奇怪。水影或者是其他东西啊，之类的，拜拜。其他东西什么意思？乱。